反抗，反抗！博元，你要反抗什么啊？你知道吗？抗力臂啊，害我们常常搬东西的时候很费力，所以我决定要反抗到底。为什么用一根手指头就能让人站不起来？人体的哪些动作存在着杠杆原理呢？搬东西省力、费力和抗力臂长短有关系。锁定自己身为的科学，带着大家一起运用人体杠杆，反抗更省力。大家好，健美先生博元。看我这一身肌肉就知道我的力气很大。博元，你这身装扮是？这不是装扮，这一身你看，我训练有素的胸肌、腹肌、腹肌，完全真材实料。你看，哈啦，厉害吧？好了，真的是这样吗？要不然我们来考验你一下好不好？考验什么？对啊，我的力气吗？来这边，这边请坐。Please sit. 互踏。OK 吗？好。这样子啊，来，请你站起来。一，我发功。二，嘿，怎么完全站不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嘞？小一小，想一想，一根指头让博元站不起来的科学原理是什么？答案是 A. 白努力效应 ，B. 地球引力 ，C. 杠杆原理。哎呦，生活不思议。微微比健美先生更有力，哈哈。一定是因为我刚才没有暖身，所以才会输给你。我现在已经暖身完毕了。是这样子啊 ？OK。再来一次。又准备好了吗？OK， 好，一二三。嗨，合起来。嗨。有没有用力啊？有，奇怪的，我还是站不起来。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就是 Superwoman。Superwoman， 请您登上卫冕者宝座。Thank you， 谢谢。我顶。哎呀，你做什么啊？你力气不是很大吧？那你站起来给我看看啊。OK。哎呦，你这样子就站得起来？你看吧，因为我很厉害啊。可是为什么用一根手指头顶着我，我就起不来？你冷静一下，你想想看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你可以一根手指头就让我站不起来呢？对呀，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坐着要站起来哦，通常会是这样子，我知道了啦，要先前倾，膝盖当作支点，大腿使力，然后才能够站起来。所以你刚才就是用手这样吐着我的头，我就没有办法往前倾斜，所以站不起来了。没有错，当我们啊身体有点倾斜的时候，膝盖是我们的支点，而大腿吃力，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站得起来哟。所以说，同学们，答案就是 C 杠杆原理哟。就这么的。倾斜、支点、用力，站起来。跟杠杆原理有什么关系？那不然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动画，帮同学们来复习一下什么是杠杆原理吧。好，科学充电区杠杆原理。为您介绍杠杆原理三兄弟，它是支点大哥，负责支撑杠杆产生作用的固定不动点。这是二哥施力点，是杠杆上施力的作用点。还有腰弟抗力点，是杠杆抗拒转动的抗力作用点。这三兄弟合作无间，可以帮我们撑起全世界。杠杆三兄弟有三种组合队形。第一类，杠杆支点在中间，施力点和抗力点在两边，天平剪刀就是这一型，省时省力任你选。第二类杠杆，抗力点在支点和施力点之间，施力臂长，抗力臂短，所以可以省力的举起重东西，开瓶器就是属于这一型哦。第三类杠杆，施力点在支点和抗力点之间，施力臂短，抗力臂长，虽然费力却很省时间。善用杠杆三兄弟，保证轻松又省力，做事省时有效率。博元，看完了刚才影片啊，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让你停止不动，不能站起来嘞？因为啊，我的抗力臂比施力臂还要长，所以我是属于第三类的费力杠杆。什么意思呢？我解释给你听。好，来，是这样子的啊，
我的膝盖呀，它就要当作支点，对不对？那我会用哪里施力呢？就是大腿肌这个力量。那我从大腿肌到支点的这个距离就是施力臂，对不对？那因为我头被顶住了，所以我重心不能转移嘛。那从我重心的位置到支点的位置，这就是抗力臂。那你看哦，抗力臂比施力臂长这么多，当然就是比较费力的啊。没错，你讲得很棒哦。抗力臂这么长，如果我们要起来的时候啊，身体没有做一点点倾斜改变你的重心的话，你看抗力臂这么长，只变得比较短一点点嘛。如果不改变的话，其实你会很难起来的。就是这样说没错啊。那不然这样子，我们再来做一个演示，你们会更清楚哦。OK。好，请你帮我拿一下。是的。刚才有说到哦，谢谢你哈。刚才有说到啊，哎，有省力杠杆跟费力杠杆，对不对？那我们就来演示一下省力杠杆的部分。OK， 第二类省力杠杆，同学们你们看，只要我轻轻的踮起脚，身体稍微有一点点倾斜，我就可以轻松的把我的身体撑起来嘞。看哦，微微姐姐的脚趾头这里啊，它是不动的，它是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因此它是支点。好，那它施力点在哪里呢？或许你们看不出来，但是它现在小腿肌超用力的，好硬哦。对，来，这里就是施力点。没错。接下来抗力点在哪里呢？你看它身体有一点点往前倾斜，所以它的重心跑到这里，两者之间，因此啊，它的抗力点是在这里。然后呢，施力点离支点是这样，这是施力臂。施力臂这么长，抗力臂这么短，那就形成了施力臂比抗力臂还要长的状况，所以是属于第二类的省力杠杆哦。这样子，我们再帮大家来示范一下第三类的费力杠杆。好，好，那你 please 动作，过来剪刀石头布，就是你说的，来，请。还有这样赖皮的，来啦，我来。我们要示范的是这个。仰卧起坐啊，仰卧起坐啊，对对对，好吧，听你的，来让大家看一下哈，你们看哦，仰卧起坐开始了，哎呀，好辛苦啊，我的肚子，我的腹肌，你看哈、哦，仰卧起坐这个动作呢，是以髋关节这边来当做支点的，是的，在这里，那因为在做仰卧起坐的时候啊，是腹肌要用力嘛，对不对？这里，所以它就是施力点咯。哦，那贴在这里给他们看，好，施力点 ，OK， 那在。胸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抗力点哦。等等，在这里。哎，为什么抗力点是在胸口这里呢？因为仰卧起坐，它只要整个上半身抬起来，所以它是要找整个上半身的重心就在胸口这个位置啦。所以啊，同学们，你们看，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得出来，抗力臂比施力臂还要长很多。是的。因此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比较费力一点点啦，但是这样子才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腹肌喽。说得很好。好的，各位同学，藉由以上的实验，我相信啊，你们已经看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啊，在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关节呢，其实是都可以当作支点的哦。那你看哦，这个肌肉在施力，这个施力到这个支点的中间的距离，我们就叫做施力臂，没有错。因为呢，我们肌肉不可能一下子拉长，一下子拉短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施力臂它是不会改变的。是的。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就是抗。力臂的部分，它如果变短了，我们就变省力；啊，变长了，我们就变费力。所以喽，抗力点又是在哪里？常常就是在我们身体的重心的部分。好，那不然博约，我们再来做个实验吧。好，科学探测区，缩短抗力臂更省力。抗力臂缩短。抗力臂归零，各位同学，跟你们介绍一下，我是反抗大使博元，我是反抗大使伟伟。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怎么缩短抗力臂，怎么运用人体的杠杆来省力咯。没错，好的。现在我们请博元哥哥将这个篮子抬起来，把你的左手抬起来，平举。好，你说两个都抬起来像这样。没错。好。肩膀的这个地方就是支点。嘿，待会这里啊，我们会举起重物，举起旁边的这些水瓶。这边呢，就是抗力点。你觉得哪里在施力啊？好像这里。OK，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施力点。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距离，博元哥可以举起几罐水？好，我们这样子啊，一绕是四瓶啦。你就这么狠，一次四瓶啊？来喽。好，放进来。Round one， 来，四瓶，可以 ？OK 吗？可以。可以，好，那再来咯。叫了吗？得。不太行。那你要抗力臂缩短，抗力臂归零，抗力臂为零。哈。五本。现在抗力臂是零。直接变零了。完全可以再来第二啦。所以我再来咯。
第二烙变八瓶喽，八瓶。我们现在好像购物台了，有没有？十二瓶了。哦，其实已经有点重了。可以吗？还可以吗？你最后了。你放放看了，我看篮子会不会断掉。十六瓶。哇，好重，好重，好重，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微微可以放下吗？啊，对不起，抱歉，抱歉，抱歉，请你放下来。哇，好。所以 Greg 将抗力臂完全缩短了之后啊，就成功的挑战可以拿十六罐水耶。重点就是呢，只要缩短抗力臂就可以省力了。没错。那我现在呢，先把它搬去放啊。好哦，谢谢你哦。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这样子搬啊，博元，你看看你的抗力臂又变得很长嘞。哦，对耶，你们看我的抗力臂这么长，而且啊，在搬起来的时候，好像是用腰在出力耶。嗯，难怪哦，很多人在搬重物的时候啊，腰都会受伤。闪到腰，真的哦。嗯，所以说应该是要缩短抗力臂的话，就是靠近它。然后这么近这么近贴在一起搬起来 ，yes。我发现一件事哦，我不是用腰在出力耶，我是用全身上下最有力的，大腿在出力，大腿对不对？那我来问问你哦，怎么样？如果搬这样子的重物啊，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轻松的走路？轻松走？还有其他方法哦？那不然我们请同学们来想一想。好哦，想一想。搬重物行进时怎么搬最轻松？将重物斜一边用拖的，减少与地面的摩擦力，这样子比较好搬。我觉得可以用背的，因为搬家工人都是这样子把重重的沙发搬到楼上。用拖的。见，好像不错哦。来，回来。我发现我的方法虽然有一个缺点哦，什么？就是它没办法上楼梯啊。哦，对，我这样子拖着拖着，感觉底部都要破掉了。那我来体验一下少安的好了，你是用背的嘛，对不对？哦，要不要改安起来？用背背的。来，一二三，快！有没有蛮像一只乌龟的？有嘞。这样好像很轻松哎，真的、哦。可以请你帮我拿下来吗？真的。小心到一二三，可是为什么用背的会比用拖的还要轻松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问老师不就知道了吗？好哦。老师，我们有问题。为什么用背的扛重物比较轻松？用背的方式，身体会自然往前倾斜，使重物的抗力点更加的接近身体重心的位置，来缩短抗力臂，自然就会比较省力喽。施老师好，大家好。老师，原来搬家工人也都会运用杠杆原理来搬重物哎。是啊。可是用背的我很怕跌倒，有没有其他搬箱子的方法，然后跟用背的一样轻松啊？对啊，有哦，其实只要在重物的底下再垫个一样大小的箱子就可以了。老师这样子重量不是反而变得更重吗？会变得比较轻松吗？我们请少安来试试看就知道喽。好，先搬搬看。我先搬一个，就是感觉很重哦，感觉超重的哎，很吃力。好，那我们底下垫一个箱子再试试。现在这个是空箱。一二三，空箱，阿力。好，先底好，稍安准备好了，预备，起 ，Go！ 有，轻松很多，真的吗？让我来，我这个人最公正的，就是搬起来的那一瞬间，感觉就很轻松，很重吗？有点重量，真的吗？对，真的有点重量哦，好像真的很重一样，一二三。你也夸张，你也很夸张，没有夸张，真的，这个重量感觉少了一半呢，真的假的？老师为什么在下面垫一个空箱子会比较省力啊？我们待会来做一个实验，大家就明白喽。做实验，科学探测区，为什么加空箱搬重物更轻松？好，那我们现在请伟伟跟博远啊各搬一下重物，那请少安跟朱颜看一下博远跟伟伟身体的样子。好哦，搬重物。伟伟姐姐身体好像比博远哥的身体倾斜很多哎。这时候呢，重物的这个抗力点呢，就会更加的接近我们身体啊重心的支点位置，来缩减这个抗力臂，自然就会感觉到很轻松喽。哦。而
且这样子的翻法呢，除了是用到人体杠杆的原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原理也用在上面哦。老师，是什么科学原理啊？我们来做另外一个实验看看就知道了。那先把箱子放下来。好，这边呢，我们准备了两个一样的箱子，那我们用一个电子秤啊，来看看到底一次搬一个箱子跟叠了两个箱子，其中一个空箱子，那这样子会有什么差异呢？好，那我们请朱颜来做示范吧。好，先把它放上去秤。对，我们先来称这一箱有多重。差不多5公斤，还有5公斤这么重啊？那把它放在下面。那我们把箱子叠上去看看。好，那维杰帮我看一下。好，那请伟伟看一下，现在剩几公斤了？太奇妙了，是真的，少了快2公斤。好，那你们想想看，这个消失的重量呢，到底跑去哪里了呢？我知道，是不是身体负担的这些重量呢？对，没错。当我们在搬这个重物一次两个箱子的时候呢，身体就自然向后的倾斜，然后有一些重量就由身体来支撑，这个叫做分力。那当身体啊支撑掉这些重量，手用的力气就自然减少喽。老师，那如果遇到大型的家具，比如说冰箱或者是柜子之类的，那这种方法应该就行不通了吧？对啊。有没有别的比较轻松的办法？有，还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有个条件，一定要有两个人哦。老师，咱家有五个人，能力很充足，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实验吧。好。科学探测区，大型家具如何轻松搬？好，接下来我们请朱颜跟少安来把这一张大桌子搬起来哦。好哦。一二三。哇，有吗？好，感觉怎么样？好像有点吃力。好，请放下。辛苦你们了，老师。辛苦了。接着呢，使用这个搬家袋来把这张桌子搬起来试试看。我们现在搬家袋在地上，好，把它套到你的手肘的地方。套在好像是这样子。对，套在手肘的地方。来哦。哦。真的比较轻松吗？这样比较轻松。比较好施力。生气哟！赶快放下。老师，这是用什么原理啊？这当然也是运用到杠杆原理哦。那像朱颜，你再示范一下刚才徒手搬的样子。好，我们刚才啊徒手搬的时候啊，抗力臂啊有这么的长哦。好，那我们看现在套上袋子之后呢，抗力臂就剩下像这么短的抗力臂，减少一半以上。所以使用这种搬家袋呢，至少可以省一半的力哦。对耶，至少省了一半的力耶。所以啊，只要有了这个搬家袋，以后再大型的衣柜啊或者家具，我们都不用怕了。但是这个搬家袋也不是万能的，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可能会压迫到手部的肌肉，造成血流啊减少，这样子可能会有不良的影响哦，所以还是要衡量个人的状态再来使用哦。所以说还是需要用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使用就好啦。但这边我们也要谢谢施老师教我们这么多有关于缩短抗力臂的大绝招哦，我们一起来谢谢施老师。谢谢大家。好的，接下来要轮到两位实习生来想尽办法运用创意来缩短抗力臂咯。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科学创意王。科学创意王，创意无限大，我们是放大创意王，抗力臂缩短，抗力臂归零。今天呢，我们学到了很多缩短抗力臂而轻松搬重物的方法哦。那我希望你们两个呢，可以再发展出更有创意缩短抗力臂、轻松搬重物的方法。你们看看，现在面前的这一箱重物，总共就是有24入的，你有哪一些啊？待会我们就要看看你们有什么创意的方法来可以搬起这个重物，然后啊，我和博元哥哥会在旁边帮你们评分哦。说评分好像就是有一点伤感情啦。就是如果我跟伟伟姐姐哦，真的有觉得你们的方法好像有比较轻松省力的话呢，来这样子，这一箱送给你，拿回家，带回家。你看他们两个开心成这样，那请问一下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太好了，反抗创意王 ，Go！好的，少安有没有想到什么方法啊？因为我想要让抗力臂缩到最短，对，所以我有3种方法，就是顶在头上、肩膀，还有就是用背的绑弄在脖子后面。感觉头好像快爆炸，就最讲的最讲的，就很重的东西，然后顶在头壳上，感觉就很重，然后不舒服。我觉得这样应该。没有很好，我觉得这个方法感觉没有用，因为有一些就是民族啊，他们不都会用头来顶东西吗？
还是我们就是给你一个缓冲，就比较不会太暴躁。抗力臂要缩短，对不对？那缩短的话，就代表这样子搬会比这样子搬省力的。觉得哎，这里有绳子。对啊，如果这个的话，你帮得了什么忙吗？就是把它绑，然后背在，就是像背书包一样，可不可以？感觉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而且感觉比较稳。你还可以换手扶住，手还不会酸，这样蛮可爱的。感觉这样海绵不错哎，因为还可以增加摩擦力，然后又可以缓冲，对不对？还是肩膀，你要不要也来加一下海绵？好，感觉怎么样？哦，一下就掉了，有没有就是换别种方法？不行哦，你刚放在这边，对不对？对啊。那假如不要带着，然后我就手撑住。哦，好啊，好啊，感觉也还不错，只是我觉得这样背久了，应该肩膀会很酸。好啊，好啊，好哦。好，再来第三招，我们要把它放在哪里？这样，这样感觉两只手都要扶住，撑那么久的时间，我觉得好像就有省力的，真的啊。对，这三招你在哪？对对对，就变成抗力臂的归零的感觉。终于有了，那就用这个方法了。OK， 那我们这次就完成喽，耶！耶，完成了，维维。那现在我们也来体验看看他们的方法吧。好啊。好。哎，这边谢谢，我就用你刚刚的方法。好。在这边对不对？一、二、三。嘿咻！我现在突然觉得我是那种某种民族，有没有？然后哎，大家呢去河边洗衣服的那种。我感受一下这个感觉哦，哈。好，那博远，我们来交换看看好不好？思妍来，你帮姐姐，这边 OK 吗？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耶，博远，我必须说。这个方法不错，真的吗？你要不要试试看？好啊，试试看。因为加了海绵之后，它的那个摩擦力变得很大。好像真的比较轻松。有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好像就是就不用弯的那么辛苦，对不对？对，因为刚才啊，其实这一箱啊，这样子顶在这边的时候啊，其实一方面它会压到我的颈椎，我觉得久了应该蛮危险的。再来，其实这样子压的，其实这边很酸呢。其实是，而且你看，像用头顶的方法啊，他还用了这一块海绵，然后增加了摩擦力之后呢，他又可以缓冲一下，好像真的舒服多了。真的哎，那胜负的部分，我想朱妍就由你来说好了。他的方法比较真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少安的方法比较轻松呢？我想除了海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重物啊，它放在头上，抗力臂几乎就是已经归零的状态了，有没有？没错，就是呢，达成了我们要说的目标了，抗力臂归零，有没有？啊，可是啊，猪眼的除了就是会放在颈椎这边，颈椎有点痛之外，它就是有一点往前倾斜，它离抗力臂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说真的，如果说我们要搬重物，最好不要放在脊椎啊、颈椎啊这附近。他来帮忙，这样子可能会容易受伤。对，大家不要这样子试哦，好不好？对呀。好，那这样子，少安娜，两箱牛奶都非你莫属了耶！恭喜恭喜恭喜！拜你们，没有关系啊，那个牛奶可以分一箱给他。这么好啊！对，让他长高。啊，原来是这样。乖，对对，淑女要就君子一点。好了好了，以后比他高。好。不过各位同学们啊，有没有发现要缩短抗力臂真的就可以轻松搬重物哦？你们也可以想一下有什么方法，说不定你们缩短抗力臂的方法比我们还好呢。那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科学啊？生活里的科学，我们下次见哦，拜拜。